呢，咱妈祖的信众，啊，咱高雄的乡亲，大家欢，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欢喜。咱北港妈，叫恁叫北港妈，320年大冒险，咱行出来到高雄家，这是咱地方。咱的乡亲说，这是一代的艺术，足重要的艺术。所以这个我感谢咱乡亲的推动，啊，山海一家，啊，请北港妈来高雄林家边，这是一个宗教的文化活动，甲咱这个形象当天共同来结合。那么第一感谢。咱今日活动，把你叫你成功，上爱感谢的，就是咱的林乡长，伊真用心去推动，把咱今日活动真正顺利。第二个感谢的，就是咱市民中，咱的福华中，甲咱嘉义中，咱这的中流，一路迎神接神接驾。哇，为我非常的隆重，所以我代表咱北港小弟兄，也代表咱所有信众，大家一起做一个感谢，非常的感谢。啊，嘛伫遮要祝福咱这个乡，咱的福华乡，啊，佮有嘉义乡，因为乡会表现，嘛要祝福咱的这个不分区的乡长。这个希望乡长是不分区的，所以各位乡亲，咱过去的乡亲，这届投票啊，乡长选票的，伊安尼为了宗教，为了咱的国事家边，集中诶，集体推动，所以才恁大家甲伊安尼投选票，但是啊，到一个咱的文山，恁个达到支持的，那祝大家健康啊，吉祥。对，啊，祝大家会当，妈祖带来咱大家福气，予咱的生意拢会兴旺，予咱的五谷丰收。多谢您，谢谢。感谢咱的妈祖婆，有妈祖的慈悲心，予咱普照众生，会当大家心平气和。咱国再次鼓掌起来。咱今麦来请咱的乡长、咱的大家长，即个推动上出力、上用心呢，和即个活动会当办个有声有色。来，咱请乡长来跟咱讲一句话，观众者。咱北港赵林乡的董事长，陈传斌做董事长，咱金平乡的诸位。咱三文山代表啊，后巷乡的李主委啊，主委，咱是北港来妈祖的信众，哎呀，咱远道来朋友哈，啊，搁咱在做客头厝的乡乡亲哦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咱今日我想咱高雄乡亲客头厝的乡亲。拢用着真欢喜、真开心的心来恭迎北港妈祖，来到咱高坑，来到咱探头厝。我想伫咱心肝底，北港妈祖是一个救苦扶助、救难不孝，是咱心目中一个。
这个活动进行哈，就来到咱高溪，甲这个北港啊妈祖哈，伊个绕境驾路线亲自来扫过一遍，啊，互我感觉讲，我袂使像马虎，所以就来到咱甲咱啊每一个镇哈的团长，啊，甲咱妈祖要求会高溪的。家庭中跟探讨会的经营中，啊，加咱华山诶后华中吼，大家人爱甲连接起来，咱一定爱进来吼，来迎接妈祖。我想，咱迎接妈祖，一旦来到高雄，来祝福，还有祝平安。啊，非常的谢谢，也谢谢咱。北港来这的信仰一路来非常的辛苦，真的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谢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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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真感谢咱的乡长，咱大家受妈祖的神威保护，受底下讲的地应就啊，好好将区万岁的神通广大，大家会当心平气和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这是咱上大的希望。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已经要过来到华山，所以咱要过准备要起驾，请咱地下讲的大桥班到迄教育馆。来甲妈祖甲坑万岁比较一下，请委员来一票。Thank you.